是过年前的时候，过年前的十月二号，现在11月24日，11月24日是选举的，这是选举前，劳动都去年的了，2018年的活动啊，现在已经2019年，高雄韩国瑜大获全胜，国民党大获全胜，多多一个逆转的。哦，高雄啊，我们党的韩国瑜当市长赢得好评啊。